电动款采用绞盘牵引模块化设计，前端配备电控地锁，结构稳定可靠，售后方便。附近有电源的可以选择插电款，附近没有电源可以选择太阳能供电的。手动升级款前后双助力设计，操作更轻便，女生也可以轻松操作。前边配有专利自动地锁，手动款后期也可以单独购买电动套件，无损升级成电动款。骨架采用全不锈钢设计，小到一颗螺丝帽都是不锈钢哦，户外寿命10年以上。篷布采用户外专用600D加厚防水奥斯布，寿命5年以上。篷布内层涂银处理，隔热防污，两侧带有通风窗，冬季可以关上保暖，夏季打开通风降温。魔术毡设计方便后期单独更换。发货时顶棚篷布都是装好发的，两侧支撑弹簧扣，按照标记依次对接插入，撑开后四周固定一下即可使用。自己不方便安装的客户，全国大部分地区我们可以提供上门安装服务。